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。哎，蔡总，嘿，你知道什么是 VPN 吗 ？MVP？VPN 啊 ，VPN 是虚拟私人网路 ，Surfshark 可以让你更换 IP 位置，看其他国家才有的电视电影，还可以保护用户上网买东西的时候各自不外露。哇，那我不就可以正大光明的买肾脏了吗？你买过肾脏？我买过很多颗啊，你不知道。Surfshark 不让你支援 Mac、iOS、Windows 还有 Android 系统，还有著名的 Clean Web 功能，让你上网的时候不会一直被弹出广告烦死。哇 ，Hello 上。那他该不会啊，可以一个账号在无限多个装置上使用，还可以送你30天内的无条件退款吧？哇，这样都能被你蒙中啊！哇，那我想该不会现在用 STR 的优惠连结，或在结账时使用优惠码 STR Network 就送你 1.6 折的优惠，还送你4个月的免费使用吧？完全正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哇，那该不会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大字报吧？不要讲出来啊！这是我们想要讲的吧？好了，那既然提到国际级的 VPN， 就要请到国际级来宾，欢迎本期来宾国际美人周明轩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京东中日月名车甘轩。哇，听得很清楚哦。因为很常有人会把我的中写金童中，我很不爽。哦，对，他都这样子。我没有，是他。不过看得出来，就我今天的帽子，你有特别准备就是了。你觉得我今天的时尚分数，如果满分100分，你会给我几分？不予置评。哦，那再问一个，那我的颜值分数你会给几分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小玉不是内观吗？我才不是小玉、欸，我才不是小玉、欸。他真的有看我们频道，有在看我们的节目哎、欸，超多人说我像小玉的，超像的、啊。因为我们每一集都会问来宾说，你一集有没有写什么点？对，但这集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是周明轩。来，只要不属于真实的东西，我一概否定。但我们今天进开头前比较特别、嗯，我没有注意到你每次开头的时候都先弹手指头，哦对，然后讲话很快，对对，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。3、2，快告诉我今天什么？你要干嘛？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国际美人周明轩。嗨，大家好，是国际美人。这句话就跟台湾一样，这句话就跟台湾一样，国际不承认，国际不承认。我跟萨诺斯一样，都很爱弹手指。我跟萨诺斯一样，都很喜欢弹手指。差别是萨诺斯希望有一半的人类消失。差别是萨诺斯希望有一半的人类消失。我是有一半的人类希望我消失。我是有一半的人类希望我消失。我要消失，我想要被火化。如果我想要被消失的话，我喜欢火化的方式。火在烧，火在烧，烧着我，烧着我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都是听了我唱的《煎熬》。很多人第一次认识我都是因为我小时候唱的那首《煎熬》。海伦凯勒就是这样聋掉的。海伦凯勒就是这样聋掉的。那你如果觉得我唱煎熬就叫做难听的话，但如果你觉得我唱煎熬就叫做难听的话，那你一定没听过我帮鬼灭配的声音。那你一定有。那你一定没听过我帮鬼灭配的声音。那你一定没有听过我帮鬼灭配的声音。我之前听过一本书，没有听过，没有听过。我之前出过一本书叫《我决定我是谁》。来，我之前有出过一本书，现在卖得非常好，叫做《我决定我是谁》。但木棉花决定我谁都不是。但木棉花决定我谁都不是。我最近买了一台奥迪。我最近买了一台奥迪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想用它来载我男朋友。想用它来载我男朋友。它是我的装甲车。它是我的装甲车。我跟邓家华、法拉利姐组成惊奇三超人。我曾经跟邓家华还有法拉利姐组过惊奇三超人。惊奇三超人。但唯一有惊奇的是十年前的法拉利姐。但唯一有惊奇的是十年前的法拉利姐。你们再不笑，我就去凯道游行喽。哎，你们再不笑，我就去凯道游行喽。为了尝试跟女生交往，来，为了尝试跟女生交往，我跟艾丽莎莎约会。我跟艾丽莎莎约会 yeah, 如果最后很受不了她的话，如果最后很受不了她的话，那就证明我真的是 gay。那就证明我真的是 gay。那天结束之后，结论。那一天结束之后呢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：全世界都是 gay。全世界都是 gay。我其实国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跟其他男生不一样。好来，我其实国小的时候就发现我自己跟其他的男生有一点不一样。我唱歌特别难听。我唱歌特别难听。说个题外话。说个题外话。我的猫咪曾经误食威尔刚。我的猫咪曾经误食过威尔刚。它整整硬了一个星期。它整整硬了一个星期。后来尸体才变软。后来尸体才变软。
然后刚刚听说 open mic 这场子很硬。哎、欸，刚听说 open mic 这场子好像有点硬哦。还有，我现在很兴奋哦。还有，现在很兴奋哦。来，不聊那些了。好，来，不聊那些。今天现场，我想要血耻一下。今天现场，我想要血耻一下。跟大家重现我帮电影的配音。跟大家重现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帮电影的配音。我帮电影的配音。能在梦中死去。能在梦中死去是多么幸福啊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。这部电影叫富达人传，这部电影叫富达人传。我也喜欢成人电影。夸张哎，小玉怎么来这？还没来关啊？还是小玉？没有，最后有血耻到吗？哎，没有，没有生气吧？应该没有生气吧？没有生气吧？那你有没有可以印象深刻哪一个笑话？唱歌怎么样？印象深刻的是艾丽莎莎那一段，因为我刚刚说，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？嗯、全世界才自己笑。猫咪也是吧？嗯，你也是这样的状态。可是猫咪要有看我频道、嗯，认真在看我频道。对，那个真正的事件哦、喔。可是后面有才发现，那个威尔刚就变成就是塞在角落里面，他没有误食了。哦、oh, ，那配音呢？有没有圆梦的感觉？再配一次。哎、欸，真的，那角色很适合哎、欸，来是我，真的。中间还有一度躲在那个舞台的帘子后面一点。对啊，好想离开，就后面是一个平板。其实我想过很多，就让你配什么音，嗯、然后还想到一个，就是我们今天要送你一个小礼物。对，也是可以配音的。对对，因为鬼面就是、嗯、说什么怎样不行怎样不行嘛，但这个是完全就是台湾你最适合。Oh my god， 这个，因为你可以萨诺斯，因为坛子你是全台湾最会的，但你真的、欸、你只能选一个。这个比较软的跟比较硬的，你想要哪一个？来硬的。好，来了，完全知道。所以等一下弹的时候，你要想是让哪些人消失。对，你等一下一弹就说，我希望谁消失？可能我爸爸来。好 ，OK， 我跟你讲。好，来，让国民让国民党荣誉党员先消失。好，来来，准备喽。消失！消失！哦，谈不到，世界和平啊！我们再次感谢本集 Surfshark VPN 的赞助，期待下次的狗屎携手。